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谢谢你们来参加2020年 NASA 线上黑客松。今年的黑客松刚好和中秋节在同一天，那我来吃点好吃的月饼，一起庆祝这两件大事吧。不知道美国 NASA 的太空人有没有像我一样那么有口福？我要向参加今年全球挑战赛的参赛者们说声加油，请发挥你们的才华和斗志，一起把大奖搬回台湾吧。祝大家好运，让我们一起来 take action， 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